来，忠实的社论很紧张，说，哎，要撤换黄金，还说侯科直接对谈。OK， 蓝白现在主流民意之期盼，希望呢台湾能够脱离兵凶战，叭叭叭叭。来啊，各位直接讲一个我的答案啊。这件事情呢，就跟当初讲在大联盟一样，不要急，不要急，对不对？我不怕翻车啦，我也不怕洗地啦。我跟各位讲啦，不要急啦，不是不谈，也不是主帅不亲政，时候未到。现在这个阶段像什么？派斥候，派先锋部队，两边呢，先到这个淡水河边，对不对？你开一枪，我开一枪，开始试水温，试探一下对方的军情。看一下这个较量一下，亮个刀子，先兵后礼，对不对？先跟对方来这个试探，来一拳我一语，但有没有伤根动骨？没有嘛，把火力展示在后面嘛。国民党展示什么火力啊？对不对？国民党是展示他的地面部队嘛，啊，一堆刺针飞弹啊，这个豹式坦克啊，然后这个云豹甲车啊，全部放在后面。那个我地面部队强啊。啊，柯文哲展示什么？柯文哲空军嘛，开始什么哎呀阿帕契啊，然后什么黑鹰直升机啊，然后 F-16 啊 IDF 啊幻象在空中飞来飞去飞来飞去啊，有没有开火？有没有开火？没开火嘛，这地面部队大家就是小打小闹，开个几枪还在用 65K2 嘛，你看得懂那个画面吗？现在是长这样子啊。问题是人在哪里？人在哪里？柯文哲坐在大本营里面嘛，老神在在嘛，侯友宜坐在大本营里面嘛，老神在在嘛。前线指挥官一个叫黄珊珊，一个叫做金溥聪啦。现在在演的是这个剧嘛。但为什么时候未到？那双边现在要假装交战啊，假装交战势均力敌啊。势均力敌的时候，这时候开始就会能办法招募士兵嘛，开始能够壮大自己嘛，开始引发关注嘛。因为有谁？因为第三方在旁边有一个虎视眈眈的民进党嘛，随时准备谁出来打谁嘛，想要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嘛，随时希望说，哎，哪边大我就压哪边，我就把那边给打倒。所以两边当然只能这样按兵不动嘛。但要拖到什么时候？当然是拖到不能再拖嘛，拖到最后一刻嘛。拖到民进党来不及反应、来不及攻击的时候嘛，才杀个措手不及，突然合在一起嘛。所以我跟各位讲啦，确实黄珊跟金溥聪现在在过场啦，两个人吵得不可开交啦。但这会不会是最终的答案？不会。这些人他讲什么，我根本连听都不想听。反正你爱吵爱闹就闹。最重要的是，到十一月的时候，甚至不用那么久，侯友宜跟柯文，哎，怎么跳着出来？侯友宜跟柯文哲会直接坐下来谈，我敢保证，我绝对不会翻车。哦，如果看看我们会不会翻车，侯友宜跟柯文哲绝对会直接坐下来谈，那个时候才是深水区，那个时候是玩真的啦，现在都是演戏过场而已啦。现在演戏过场而已啦，现在反而是一种掩护啊，反而这个掩护的过程当中，让民进党不敢轻举妄动啊。我跟各位讲哦，你如果现在太早把这件事给定调出来，或者说柯文哲跟侯友宜的民调差距过大，民进党马上就会压筹码，他就会压筹码了。比如说柯文哲高起来，他就会打柯文哲；侯友宜高起来就打侯友宜，绝对是这样。而民进党现在还是按兵不动嘛，他不知所措嘛，那这有什么不好的呢？对不对？各位来，我来问一下。你想要看到蓝白吵吵闹闹的打加一，还是你想要看到这个民进党然后再丢十个威要案出来的打减一？我不知道，你我问一下嘛。你想要看蓝白吵吵闹闹的打加一，你想要看民进党再丢十个威要案出来的打减一，好不好？这我就显而易见嘛。我直接讲，我选加一嘛，我宁愿看他们吵吵闹闹嘛，因为吵吵那一段真空时间反而是一种保护伞嘛，反而蓝白吵得越凶，焦点目光都聚焦在他们身上。
而且民进党也没有办法再用负面选举去打攻击。你知道赖清德最近想要打什么吗？赖清德最近推出一支广告，说马文君是卖台，然后推广告卖台，你把他抓起来嘛！哎，这开什么玩笑啊？很严重哎、欸，立法委员卖台泄密哎、欸，赶快去把他抓起来，把马文君抓起来，我拜托你。那、啊、马文君不抓，哪有时间拍广告？你们笑死人了，你跟信头可一样好笑。赖清德昨天还说什么？说潜舰可以在台湾海峡保卫台湾呢、欸？各位，你知道台湾海峡深度多少？各位，我再讲一次哦。赖清德昨天还说潜舰可以在台湾海峡保卫台湾，但你知道台湾海峡深度多少吗？台湾海峡深度只有100公尺，而潜舰100公尺有没有办法潜？没有办法潜，所以赖清德根本闹事，什么都不懂。他们乱讲，草包，真草包。哦，赖清德说，我再讲一次，因为这真是太草包了。潜舰可以在台湾海峡游来游去，八艘潜舰保卫台湾，被马文君害惨了。那我跟各位报告，台湾海峡只有100公尺纵深，没有办法跑潜舰，没有办法下潜啊。没有潜舰下潜100公尺的啦，这开什么玩笑啊？对嘛，你浮潜哦，还是什么狗爬式、抬头蛙？赖清德有够厉害的，好不好？所以我跟你讲啦，我不知道各位怎么想的啦，我宁愿看他们吵吵闹闹，反正大家不是看得很开心吗？反正我跟你讲，各位不要着急，要着急的是他们两位，是柯文哲跟侯友宜，我们在旁边看戏。我跟你讲一次，我们看戏，为什么？因为是你们欠我们的啊，你们压力很大，我们也没压力。啊，你们输了，我们会怎么样？歌照跑，舞照跳，工作照做啊，饭照吃啊，所以你们去急吧。反正呢，民众现在是就是在把责任怪到你们身上啊，啊，确实也是啊，哎、欸，我们民众有心哎、欸，我们大家想要帮下架民进党哎，啊，是你们两个人在耍宝哎、欸，两个人不整合，然后每个都想当政的，那关我们什么事？责任是你们啊，反正你们谁做不好，我们就怪谁啊，谁不合我们就怪谁啊，所以压力在你们身上好不好？关我们什么事啊？好不好？干嘛替他们紧张？他们才最紧张嘞，因为会被民众骂死，好不好？谁紧张了？来，我们来啊！抱歉各位，都是我在讲。我们来看一下这社论讲说什么哦。他说黄珊珊强硬提出二选一，最令人侧目就是他对潜舰的回避，而最近引爆的潜舰议题是蓝白的一个矛盾点哦。国民党主攻潜舰弊案，马文君的监督权。黄珊珊却力挺海关召集人，也就是他兄长黄树光，所以我跟各位讲了，黄珊珊之后会撤场啊，之后不会是黄珊珊来谈啊，之后不会是黄珊珊来谈啊。哎，来说共同承担历史纪念物，哦，已经谈到一个共识，凸显两边的差距，我不认为啦，我觉得这只是一个互相叫板的过程啊，互相叫高牌啦。现在这个过程，各位你有没有玩过吹牛？两个三，四个三，六个二，七个三，现在在这个过程啊，那到底两边有没有这么有料？没有嘛，就叫牌而已嘛，不要那么认真，好不好？徒增口角跟仇恨值，其实我觉得仇恨值没有关系啊。啊，我不管哦。来来来，我来问一个问题好了，好，我来问各位好朋友一个问题，哦，今天呢，这个，比如说好，我问你，今天蓝白之间啊，如果同时出现在选票上，你会不会愿意去投票嘛？哦，我就直接这样问就好了，我没有说是谁当政谁当副，蓝白侯友宜跟柯文哲同时出现在选票上，哦，你会不会愿意去投票？会的打加一，
哦，这个不会的打减一，有可能不会的打减一。那你明白我的意思吗？你今天够吵得够凶了吧？哎，照你这个逻辑，你们现在恨死国民党，那柯文哲当副侯伟当副手，你应该很生气啊。啊，照对不对？照国民党的逻辑，柯文哲这么讨人厌当副手，我应该不投啊。会吗？会吗？哎呀，还是会投嘛！你们都把嘴巴讲讲，然后真的两个人都在上面的时候，还是会投啦，对不对？现在骂归骂，就跟八点档一样嘛，乡土剧嘛，爱看够爱骂嘛，对嘛？大家还是会投嘛？为什么？哎，你那个什么 Tia， 不要想了啦，哦。我若不是看到你是 TIA， 我就说你民进党的了。哦 ，TIA 不要想了啦，哦，对不对？这种坚持的，我跟你讲啦，到时候他们会想一套说辞啊。所以两百，只要蓝白两个都出现在选票上，还得投啦。你不要闹了，你以为这总统一个位置吗？啊，行政院长嘞。哎，那我们来假定一个前提，各位好不好？你说，哎呀，因为柯文哲当总统，我投不下去；或侯友宜当总统，我投不下去。然后你要看到行政院长是苏贞昌吗？你要看到陈吉仲再回来吗？你要看到陈建仁继续当行政院长吗？你要看到王美花继续害台吗？你要看到光电集团继续吃香喝辣吗？对嘛，那不是啦，想开一点。你每天看到的不会是总统，我们总统三年才出来一次，没有啦，没有那么夸张啦，可能一年出来一次啦。但行政院长、经济部、内政部这些人是你天天都会看到哦，随便你高兴就好了，对不对？对嘛，团队才重要嘛，这是团队嘛，各位，我再讲个重点，重点不是谁啦，重点是团队啦。原来好的益生菌真的可以帮助入睡。太阳星全效克菲尔益生菌是国家认证 AB 克菲尔益生菌，含七种有身份证的专利活菌。能产生GABA、色氨酸等助眠因子，难怪吃了更快入睡，夜睡得更好。太阳星全效克菲尔益生菌也是台湾市场上唯一添加克菲尔乳杆菌 M1 的产品，这是由台湾知名的大学技转，对季节敏感、调整体质的朋友真的是一大福音。还有这支还添加被称为超级食物的羽衣甘蓝萃取物，不少研究都指出十字花科蔬菜有助抗炎及防癌，像是羽衣甘蓝含有高量的叶黄素、贝塔胡萝卜素、维生素 K、 维生素 C、 叶酸等丰富营养素。太阳星全效克菲尔益生菌专利制成，无塑化剂、无重金属、无人工添加物、无410项农药、无香料调味剂、无防腐剂、无色素，七大保证、七大认证，觉得好安心。每日克菲尔，时刻美好 ，Good feel good， 快点购下单太阳星全效克菲尔益生菌。